30天之内的10个无级别，刚刚出的啊。这个项链就这项链真的说实话看不上，无级别也出这样的一个项链我能接受啊。无级别武器420国标，爆33、36体，无级别加专用的项链，这个号出的人等级多高？应该是69到109，死罪相思无级别，九瓣莲花爆37、34粒，衣服的话是100，五丁开山420啊，加体这都是10多万啊，无级别加精致白板项链再出啊，流云加无级别这是像样的，无级别加罗汉，无级别加愤怒，我操，这年轻人啊，无级别流云鞋，无级别罗汉鞋啊，无级别愤怒腰带，无级别笑里藏刀，无级别483啊。哎，你这个孤独打造反线是咋个意思啊？就是我在你这鉴定个无级别你能反啥呀？你这个月无级别要反线的话，你他妈这个月不他妈亏死了大哥啊。不是一个人打造的，对，基本上你叫孤独打造，你下面就有很多类似一样的啊，就孤独一败，那个一有的是大写有的小写啊，就啊符号上肯定是有区别的，他们现在就是叫做集团，明打不再是一个人，你像梧桐357尊师重道都是一样的。